嗨，瑞子你好，好巧哦。哎哎，怎么这个这相机里面好矮哦？我本人没那么矮哦。啊，这个检查的按，你按这个，这个，然后绿色就表示正确。Dora Dora 爱海神的 Dora。捣蛋鬼，别捣蛋！捣蛋鬼，别捣蛋！哦，讨厌，爱海神的 Dora。你干什么吧？这是地球吗？这是。人外哎、欸，为什么这里讲话有一个回音？音？有没有听到？有啊，有没有感觉有一个回音？这很疯啊，好奇怪，不是？它这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。对啊，它是设计什么神奇的机关？对啊，为什么站在这边讲话就会？你看站在这边就不会了，你站在中间，你站在中间会有一个特别的。对啊，哎、欸，真的哎，这边就会。啊，刚才那边，哎、欸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宇宙，你觉得宇宙地球是怎么来的？自然生成来的吗？你觉得呢？我问你啊，你觉得？那你觉得有外星人吗？每个星球都一定应该都会有人，因为星球有不知道几颗啊。所以你觉得不只有人类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太阳系外还有很多星球，可是我们目前科技只在太阳系里面。好的，瑞子，其实我的真命目就是火星人，水瓶座。这里是好暗的，这叫星象仪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。我们现在在天文剧场岸边梦，跨人弯转跨步，我们要手机照亮一下，弯转跨步，可以用吗？好，连人都看不到了，对。你就那么美丽，明天还是好天气。终于忍不住，在这个时候，这个背景音乐是我们这一家那首歌。我刚才唱给瑞子听，瑞子说怎么弄顺？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超顺的。夕阳依旧那么美丽，明天还是好天气。我们现在在外面等，然后等一下进去那个太空剧场。不知道我昨天几点才睡吗？一点。我才四点多才睡，所以今天6:50起床，睡不到三个小时。哇，爆肝哦！真的很酷。哦，怎么像？怎么像？哦，是骨头。啊。长毛象，然后就自己动毛采购，松鼠哎，好，我皮卡丘，皮卡丘是松鼠吗？不是吗？它是什么老鼠？找老鼠吧，它不是松鼠吧？乱讲。哎呀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他写说那个是放大的蚂蚁脚，嗯，这也太恶心，好恶心。他那个呢？哦。Keyboard play， 傻眼。怎么唱？可以唱整个。哇哇，脖子超长，不会扭断。这也是棕熊，做得很像哎。太难跳过来了。狮子。哎，做的超逼真的。蛮猛的。连那个眼球都猛，连那个血管都有哎。你自己跟妈讲，你跟他讲。所以今天跟我讲，今天很冷。超热，他这样背后湿背了，然后还要跟他把衣服掀起来冒烟，冒烟了。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冷，那是爸爸跟我讲的，就早上会冷。有一种冷叫爸爸觉得冷。我们现在进去太空剧场了，它里面呢禁止录影，所以等一下见喽，拜拜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看完了。整整在里面待了一个小时，你有差点睡着吗？差点，因为里面很暗，然后椅子又很好躺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去吃东西了，我爸都嘴咬了。哦，我有一点点。这种是吃麦当劳。麦当劳都是为你。你要那个写麦差了。麦差了，没有多写。要去麦当劳，麦当劳在楼上。楼上。噔噔噔噔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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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好累啊！不是你爸都会咬吗？还好，真的、哦，我爸都会咬。你吃什么菜？大麦克啊 ，Big Mac，Big Mac。啊，你吃几块啊？吃，你很奇怪，麦克几块？又吃个呀？什么东西啊？
们刚刚买了冰旋风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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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风，先吃。为什么就变小？我先吃一口。好，好冷，好冰啊！嗯，好好吃哦，感觉可以再去买一杯啊。啊啊！嗯，没有，真的好吃。你知道在写什么吗？什么？我忘记 Dora 了。以前你常要看 Dora， 然后他有个背包，他只要丢东西进去，他就喵喵喵喵喵喵喵，真好吃。我是背包，背包是我，我什么都有，什么玩具，什么游戏，全都能给你。大家有没有看过 Dora 啦？欸， Dora 是我陪你看的，你幼稚园很爱看 Dora and Boat， 都忘了。什么？你有看见捣蛋鬼了吗？让我们一起说，捣蛋鬼别捣蛋，捣蛋鬼别捣蛋，你要像那个捣蛋鬼一样。哦，讨厌。Dora Dora 爱海鲜的 Dora， 每天带你到处去玩耍，想干嘛？你为他带路。嘿嘿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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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成功了，成功了！这时候我们要唱什么歌呢？都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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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成功了 ，Dora 成功了，好耶，我们成功了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我们穿过科博馆，来到麦当劳，成功了 ，Dora 成功了，哎，我们吃了大麦克，又吃了冰淇淋，成功了 ，Dora 成功了，好耶，我们成。是瑞子，那我们交换蛋。我的蛋。哦，这比较小，对不对？我比较适合这个，比较大，因为我长得比较丑，要遮住。瑞，你是不是洗飞柔的洗发剂？你一拿下来就有一个飞柔的味道。哎，这也可以翻面呢。可以啊，黑色的。黑色的，跟我今天衣服蛮搭的、啊。换个造型，好黑哦、喔！换个造型，换个造型。看看长胡子，你知道吗？这里还不知道、啊。这里有很多根。不同吗？瑞子胡子，拍卖。卖你头啊！一千元机票。有没有要出价？不是谁要啦？原讲一件事情，请说。上面就有垃圾。还叫我走下去，要往下走，要往下走，去下面垃圾，就发现这里就有垃圾桶。对，我们现在1:16，我们又有放飞自我的时间到2点，现在来逛是人的身体。我们今天在那边补了理化，又补了天文，现在补生物了，是哟、哦，都补自然科诶，是哟、哦。木想老师应该很开心。Lucy。你是哪会这样摇？身体健康，精神好，规律运动不可少。每次常做健身操，全身运动功效好。喂，同学，规礼拜我们再来安排。别叫我丢包，我你家干嘛 ？Baby， 当这来，我的135，我的246，实在真厉害，还可以当这来。东东，你没跳过健康操哦？没有哦。哦，米这色哦，我没有那么认真逛过科学博物馆。我现在突然发现他这里做的东西都好逼真哦。哦，斑马，像我爷，火箭浣熊，火箭浣熊，恐龙，跳下去哦。这什么？哎呦，要被恐龙吃了？哇，好吗？想吃，想吃。跳分。这种大颗是不错。哦，蜂巢。它可以吃吗？那你看这里好多蜂蜜，蜜蜂。
好可爱，什么意思？老师说很可爱。现在两点了，然后自由活动的时间已经结束，也差不多要坐公车、坐火车回去，因为一直转车，所以呢就要提早回去。那这次出来户外教学开心吗？开心，很久没来科博馆了。我觉得你会开心，是因为有帅哥陪你。如果想要看我跟瑞子再去哪里的话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，喜欢影片就帮我按赞，还有记得追踪我 IG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这样，瑞子，这可以减肥。我刚刚想说，再往后躺，往后还没有东西可以打，开始说一下。